二情侣闹债务纠纷，近三秒浇灌钥匙孔暴富。基隆一对情侣档，法院认证他们又稚又恶劣。今年一月，高姓男子要接女友出院，但没车，他就用偷的。顺利接到女友后，凌晨三点，他们在路上闲晃时，突然想到和两个仇家的债务纠纷，越想越猥琐，竟然去买三秒胶，跑到人家住的社区，把大门钥匙孔统统灌胶。蠢的是，因为不知道确定地址，他们干脆把旁边的社区也一起灌胶了。喂，你们有想过其他住户的感受吗？这么一搞，大家都有家归不得，这对情侣警叫二姐，偷车要罚。灌三秒胶这种幼稚行为更要罚。突发中心幼稚美药医报道。苹果的新闻是记者自己跑出来的，支持他跑得更好更快，属于你的媒体苹果新闻网。